风采存真，梁丹峰珍藏传承画展。曾历经20世纪战乱、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对梁丹峰而言，绘画历程上需要的工具，纸、笔、墨、颜色、油彩、画布，都是不可或缺的珍宝，得之不易，且价格昂贵。而用这些媒材完成的一幅幅心血创作，也更如亲生孩儿一般呵护、展览、存柜、收纳。梁丹峰在生前为完成地缘传承与教育的计划，已将大部分的画作原件、著作手稿无偿捐赠给国家图书馆，并数位典藏，永久供世人研究欣赏。辞世后，家人整理遗物，在他的小库房里又发现了许多此生最难以割舍、自己最珍爱的创作及无暇整理的书画。那些想必是他希望留给子孙的私房宝藏吧。梁丹峰祖籍广东，出生于南京，20岁婚后是在台湾新北市永和度过了大半生的岁月。此心安处是无炉无香。1955年起，在学校授课之余，应我教育部、外交部、新闻局及观光局分别之邀，常年远行于岛内及海外，宣扬传统文化，推展观光旅游，促进邦交友谊，留下许多精彩的演讲、集席挥毫及绘画作品。家人最后整理他珍藏的铅笔画、油画、水墨及水彩画，挑选出近百幅，在新北市政府主办单位的盛情邀请及精心擘画下，成就了此次最多元、完整而极具代表性的珍藏传承画展，让所有观众一窥画家的绘画与心灵世界。展后这些作品，家人也决定无偿捐赠给新北市政府典藏。梁丹峰追求画艺的精髓来自梁鼎明先生，启蒙引领并非从父亲处习得绘法技巧，而是小心翼翼地遵从父亲的教诲，施法自然，用心观察、模拟、描绘，开创新局，所以画风与父亲截然不同。这种传承精神也延续到对其三位子女的教育。大女儿梁明义追随母亲精神，踏上了纯艺术的创作之路。儿子梁明刚的专业虽是建筑，但也醉心于绘画，擅长建筑绘画。小女儿梁明前则是从研读西洋文学、艺术史而转入绘画，三人殊途同归，展出的画作传承了母亲一脉，承袭于外祖父的艺术基因与理念。梁丹峰母子四人同为杰出的艺术家，实为警戒，延续片撒绘画种子，这该是珍藏传承艺术的最佳方式吧。